已经全部布置好了。好，只要龙王一走进埋伏就开始行动，生死不论。嗨，太多的战斗了，我都忘记了，他们是麦离的女人。看来这次龙王要失算了。 带着半藏遗老先回仓库，你带着人马上跟上。嗨，他们抢走了我们的汽车，目的就是为了夺回那些武器。快，快！你们几个把尸体带走！快！ 军营，快开！你竟然敢违抗西天队长的命令！快开！是是，马上去吧！来，快！是。 去哪儿？我们这就准备回去了。去哪儿？
照你的吩咐，武器已经被那带的人全部领走了，我们这就准备回侦缉队了。什么？全城戒严！猎狼人抢走了我们的卡车，快，快，全城戒严！ 宪兵队的，执行公务，路扎迪，打开，快点打开，快点！喂，这里是七号检查站，是，路扎迪，打开，快点！ 下一步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们都下来，背着东西提前进山。明白，来下车。